你做了什么事？你的音低了，但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样事？你做了一样事，所以手指是低了。做了一样事，死了，我不是很说。你做了一样事，就是什么都没做。你的手指尾都没准备，你拉紧 riff 啊拉的时候，你手指尾还在那里，很放松，还是打横。你记不记得我们说逢是要按尾指的音的地方，你在要用尾指之前，你要伸翻埋只手，你不伸埋只手，它怎么会准呢？它不会自动，即就算你的尾指很够长，你没有准备之下你按呢，它都是会不够高的。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尾指准备了。纯粹好奇，我想问一下你拉紧这个0204啦，系咪呢个指法 ？Refer la mi， 你有冇话拉到边个音嘅时候知道？哦，我四手指要准备，定系真系去到四手指嘅时候，得得拉紧空弦嘅时候，哦，系啊，系下一个音四手指，你系咪咁样噶？好似突然间你突然间冇错，我觉得你系突然间。我喺拉嘅时候咧，我喺拉空弦嘅时候咧，我已经谂到四手指，而个方法系点样咧？我知道嗰、那个呢、这个系四个音去听嘅。La di da bi re fa la mi re do， 虽然佢嘅 grouping 系三个三个一组，但我哋理解嘅时候咧，好多时要系过要多过要超过呢个 grouping， 咁只眼先可以睇快一步，手眼睇快一步，手指先可以早准备。